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。那我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是这个《进阶出发者》合作的三大奖的小男哦。那我们就来测试他瘦身后的在进阶28的表现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带的角色呢是五代火红，我就带的平民一点，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得到的角色。对，那其实有比很多五代火红还要更好的啊，那最好的呢就是带十分之雷阿法，然后还有我自己觉得惠比寿也不错，然后。伊丽莎白、布雷克跟很多角色，其实很多角色啦，因为过了一年了，竞技二八，的角色真的是出算非常非常多的，对比其他域的话，目前我自己觉得竞技26到30加盖之后出最少的应该是竞技二九，竞技二九出比较少，然后竞技二八是疯狂出，二七也有出，不过二七已经被二七算相对简单的，那二八就是出超多的，对。所以小南基本上也是一个带一只就够的角色哦。好，那我就边打边讲。这边我会小角度，然后去撞那个篮板。他有反钻。对对，对，他兽改后多了反钻呢。对，完全忘记这回事了。因为他原本是没反钻的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我会选择先去踩板啦，然后靠塞这样。对，会。因为我的刚误触了，好，没关系，那这边硬踩好了，然后减速，这个反转直接被搞，哦，不过多了反转其实也是有好处啦，因为可以直接这样，反转可以直接这样哦，可以直接这样杀，对，可以直接做这个动作，就也不错啦，也不错。原本是做不出这种操作的哦。好，那我这边因为他们快挂掉了，就是一息啊，这个会死人的，就赶快先杀掉，打给小南收。好，那我这边呢，因为板子速度没有很好，尝试这样看看，看能不能这样靠塞杀掉。OK，这样我收掉吗？有吗？没有收掉啊！少挂一下，可恶。那我们这边就是往下走，往下走，然后变贯通。没去到能，天哪，一直失误。好，这边再失误就出事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失误，继续这样做，绕一个大圈。OK，好。刚被那个反转搞，好，进 B3。那我自己觉得小南可以吃一个速臂哦。如果你对这版有比较觉得危险的话，我觉得速臂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因为如果你前面打得比较慢的话，哈，你这边会大概会五吧，第一回合大概会射，我猜大概一轮啊，一轮啊，就是你的小南是可以开出大来的。开出 SS，那开出 S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佛伊罗杀掉啊。对，照理来说应该是可以杀掉的。好，友情，抽掉，OK。那这边的话，跟你们讲哦，先踩板子的话，一定都是先踩减速的哦，一定都是先踩减速的，只是因为我现在角色没有很好。我不敢踩，我怕他一踩就停。对，反正踩板子一定是先踩减速的。好，来看一下直欧的部分，其实就跟那个兽神话一其实差不多啦，没什么太大的改变，就一样能做到。好，这边就帮忙降减速率。OK，好，三只都吃到，太好了。好，还偷敲到一下，转转转转转，这样就安全多了。好，落点板一样哦，对，就先踩减速，再踩那个加速。好，对，这样就刮到了。好，OK。
好，下一版。下一版的话，这边其实火红的位置蛮好的。哎，我们还是跑出去好了，我们还是跑出去。刚刚其实可以用卡的啦，但是我觉得我的位置很好，所以我就没有这么做。好，这个就是伤害好看，哇，特效好看，但伤害还好啊。哦，小南的话一样哦，因为我们知道右边残的嘛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去踩加速板。好，OK，然后落点跑出来。那我们等下给那个火红卡卡看。好啊，卡不到，那我们尝试看看靠赛，看看能不能卡进去。哎，我今天怎么一直没聚到能？尴尬。其实这盘打完，我们可以尝试开大哦。如果真的很危险的话，因为这个估计也是能直接敲的。大家来开一次看看哦，来做个测试。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嘛，一阶两板就可以秒掉火红或那个木红啊，就可以来这样玩。好，进去。好，没进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伤害哦，我们就直接开小南的大来开。这边就直接交了，我们就做测试就好，我们这边就单纯做测试，因为我们还有第二个小南。好，看能不能收掉哦，可以哦，3亿哦，3亿其实蛮多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？这边就安全，这边就。这边你有帕克的话，可以考虑交帕克，因为基本上我们进这边就已经确定赢了，基本上确定就是基本上应该是赢的啦，除非你有什么奇怪的操作，不然应该是可以，应该可以结束掉游戏，就只要让小南拖进网就好。好，先减速哦。欸，其实我觉得有点风险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做吧。啊，过啊，停不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就耍废吧。好，下一版这边的话呢，这边就先减速，不要，先不要减速，先尝试这样。好，Go。好，OK，可不可以收掉？可不可以收掉？可不可以收掉？哦，nice nice nice，哦，收掉，好险好险好险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差点要翻船。好，金王冠的话，我们看能不能靠火轰的 SS 直接全部收掉，看可以，应该有点难度，但不是不可能，尝试看看吧。啊，好慢，好慢，太慢了吧。啊，他是力量型啊！我还没吃超力量，抓到。好，这边就我们有这个减速率的 buff，所以这样想一下，这样吧，这样。欸，有没有收掉上面那只？OK，上面那只收掉就压力少很多。好，那这边就简单打。这边开 SS，因为我们要确保击杀，我们一定要确保击杀。真的好慢了，太慢了吧？看起来是没有自强化啊。好，确定的，确定击杀。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开 SS 哦。对，我们就直接开 SS，然后往下走。然后帮忙做个板吧，帮忙做板就好。我们要确定在下面哦，所以一定要踩到，一定要踩到两板。
我在想怎样风险才不会这么大。嗯，就这样吧，这样看看。Go go， 好，这样有两板，然后再加速，好，这样就在下面 ，OK， 安全。好，开 SS。OK， 那我以上就是这次的兽改小男试用哦。那我自己觉得主要是这个 SS 真的变得太方便，就是你的队友如果再带强一点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吃速兵，然后而且你只要踩两板就能简单的出关哦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方便啊。那有能力可以凑一下，那没能力其实也可以用好的，因为小男这种角色基本上一只就够了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这次小男试用，谢谢各位，大家拜拜。